jail. We are going to jump. What's my million way of control of my school? 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也住。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时候，你的情绪是有那么一点点惆怅，一点失落，对儿时的一种向往，是这种情绪啊，好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赖冠霖。今天是2月19，现在时间是下午5:45。我在这边给大家录视频，是因为呢，我现在准备要去湖南卫视元宵协乐会来给大家唱歌，表演一首曲子。然后，今天长沙天气有点阴沉，但是可能也代表我那么一点的小紧张的心情。但是呢，我更多的是抱着期待。 因为毕竟是我的大会首秀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。然后呢，我在这边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然后顺便拜个晚年，希望大家都诸事顺利。然后元宵喜乐会，希望大家能跟自己喜爱的人团圆之际来多多关注我。最后呢，就是晚上来湖南卫视看我哦，谢谢。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转换场景，我已经到了元宵席的会的后台，然后现在时间是9:15，我马上就要上台给大家带来一个元宵节之际，可以是应元宵节的那一种歌曲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会努力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来帮我支持一下，那我们就舞台上见喽。 拜拜。 现在下班了，哈，对，今天现在时间是10:20，然后今天其实
就还是算没有遗憾的完成这个表演了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喜欢，然后用了一种不同方式来呈现这首歌曲，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喜爱吧。就因为其实准备的也不算短，就准备其实还算是挺努力在准备这首歌曲，所以说元宵节之际，希望大家都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团圆，然后今年2019年的目标就是跟大家一起走更长远，所以呢我们明年元宵节见，拜拜。